大家好，今天我现在是在Team Verdens的咖啡店，发现那个加拿大的吃东西真的是没有那么多，所以大部分就是甜甜的可乐。我现在订的是Vanilla，我吃的是那个Lemon的，大家可以你们看他们的那个地方。 他们比较有名的咖啡店，我们现在可以喝喝看他们的那个vanilla。我选的是 lemon， 可以说一句话就说，好甜哦，天哪，真的是太甜了。咸，很咸，跟大家会一起咸甜，因为那个他们甜点超甜，可是我们的很甜，就是很好吃的甜。 我以为是菲律宾很甜，我好想加那个水，才不会那么甜，真的很甜，没有骗你们。